区啊。我是卡在，要先把魔物玩完，我还要玩一下我的欢乐区，你还没玩完。完全不怕龙，哇！这两只不怕龙，那我还有什么可以玩？爆破！爆破锤还没做。好，就拿出我的快乐风男。快乐风男那天讲的哈，你要进，我就在等那个啊，名次出啊。快乐风男套装。大家下午好啊。啊、我昨天真的是玩到快吐出来，就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感觉喝了一个不新鲜的奶茶，不新鲜怪怪的奶茶。感谢简嘉诚的十颗星星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真奶刚夯起来，那时候国小六的时候。然后就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珍珠奶茶出来，就我就是喝了一个超级奇怪的，每次头晕。那你还喝？不是，是刚好喝到那一种的奶茶。哦。啊，喝其他奶茶就没事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奶精的问题吗？早餐店的奶精奶拉肚子奶茶，我喝都没事，也不会拉肚子啊。啊。就很奇怪啊。北七哦！啊，你相信我，我在滚粉了。又烫又毒又晕，能防错边。那我要干嘛？我真的没在玩双刀，不知道干嘛。太短了，又容易挥空。好，我去换武器。挂台徐子立，我、哦、最近想要装个插件，哦，就是那个不是麦块的啦，就是可以人物在原地，但是可以用类似旁观者模式的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是麦克本来就有了吗？可以第三人称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人物要在，因为你一切旁观者的话，怪物全部都会不见。哦。
因为你没有人，没有人在那个世界上。什么东西？攻击力大。完了。哎、欸！你真的相信我？我自己的错。在雷子。好细哦。好晕哦，这样有用吗？你怎么不是飞奇灭族那边来啊？啊，忘了。是什么？嗯，被铜锣打下来呀！我不知道他转了一圈掉下来，可是没有晕，我以为他是晕。没有，我按到，拜谢拜谢拜谢。我有错。跳出跳出啊！真的可以抓了。啊，生意臭蛋，我的天！拔掉我猜我猜，我没有今天，我上一把也是这样。恋爱玉手安安，哇塞，你这个名字通过得了？可能是元老 GID 啊，一开始审核随便都可。可是元老 GID 个个都开始被拔掉了、啊。不是哦。对啊。那原来那张。君安安，唐艺彤安安，游月安安，李赫赫安安，北面安安。我看这账号还没被拔哎、欸。雨潇安安，演什么应该还好吧？因为我的分身账号叫阿里不打。那废话、哦。
全家成安安，下一版安恋爱预算。我原本就叫繁星啊，可是想说有阵子就很流行都叫英文，就是把那个改成英文，然后就逃过了改名风波。叫繁星应该也不会被改吧？会啦，谁会叫繁，谁会叫星啦？靠，我姓繁名星不行哦，看起来也蛮正常的啊。他不相信啊。拜托了，我那个叫巧克白的朋友都要被改了，人叫做猪克白了。说明我叫马克白，让你要叫我改姓。都给给哟。我去来刷猪。海星安安，帽子安安，动物园安安，关掉，关掉。哎呀，我的剪片软体还开着，关掉。打啥？刷珠子，明波龙。但好打，不轻松。现在都不是看他怕什么，而是他不怕什么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可以可以可以。自成中来了。所以以外都怕了。做一把麻痹的名次麻痹装。你刚刚那把是吹什么音色的啊？攻击大，后仰无效，然后音效延长，专门打攻击用的。就刚刚笛子那个转一圈都118118118。就是说啊。它是爆破。嗯？属性呢、啊？属性龙吧？是龙。哎、欸，不是龙，不是龙，不是龙。哎、欸，是龙吧？流斩是流斩是什么？流斩。对啊。刚刚那把是流斩的。哦，我那把是名次的快哦。我、欸、靠！没看过你拿那把。那把我单刷用的啊。哦，原来单刷仔，可是也拿几次而已哦。哎、欸，怎么找不到石头？石头不在这里吗？哦，这里旁边旁边最旁边。好，来啦。好了。靠边呐、啊。好了，先去打一局。干，我是他，我都摔死了。好捡，烂毛，烂毛，好，它可以到最下面。我哭啊！没有碰到。蛋，先打，我马上来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分心哦，我不知道在干嘛，我连出去稽查都在分心。然后旁边还跟了一个长官，我看，我真的是跑起来。这些东西漏写，然后又忘记签名干嘛的，直接被电到飞起。你的心都在明次龙身上。
最近刷太久，头也很晕了。哦，这伤害好好看哦！撞头，孙女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安安，万紫苑安安，哦，这时间会出现的，要么上课都看台，要么上班都看台，要么没有上班没有上课，好像讲屁话，屁话大全呢，真的哎。最得意，哎呦，哎呦。下班了，恭喜啊！哦，下班哦，真好。不啊，攻读生的时间吧。哦，对哦，你都把攻读生忘了吗？攻读生才是正职的那一种。敢又推我？困。
是要开大了、哦，我这个画面有点既视感。没有啊，我好像曾经在这边死过很多次。就跟着上去的、啊，而且好像有两次都是你。好像不止两次哦，好像每次都上次。哇，我在走。这只五月也要出力战王哎、欸。他不是吗？啊？他的无敌战王不是吗？对啊，就这一只啊。这会不会把阎王原本的力战王调强？调简单吗？调强一点啊，就变成 F 级啦，不然装备那么丢。哦。装备那么强。不然就是牙种阎王，牙种阎王，哇，冰王龙，有冰的阎王啊，我记得不是有冰王龙，那个不是正式，哦，不是说正式，那个边境的东西我都不熟，边境东西你都说虚幻的那种是吗？都是非官方设计，应该这样，外传的感觉。嗯，是官方的东西，但是是外传。世界没有吧？魔物没有东西，只能靠那个东西来爽一下。对。打劫喽！哎、欸？哎、欸，什么啦？没死啦？干嘛啦？想干嘛啦？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的血怎么扣这么少？是你吧？珊瑚的血，隔壁烂。珊瑚的什么？这显示啊，找不到足迹那些，太亮了。掉落物跟足迹都看不到，这才装外挂、啊。你到了吗？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又高，又下。我现在看到他两只脚有红红的、欸，哎。对啊。屁咧，我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到一个地方了。那么远，哎呦！猫马两次哎，好强哦！嗯，到底有没有？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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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
怎样？想骗我？我给留住了。就想骗我？没有啦，他突然停在那边，我想说你留住他的。咖啡壶是谁？谁是咖啡壶？咖啡壶。古老龙秘宝1600。我、哦、真的很久没打输出都不会打了耶，就跟你平常那样打。我平常怎么打？吹吹笛子，吃吃回复药。你平常输出也很高不是吗？啊？到就不会打了啊。平常输出不是也很高吗？有很低过吗？你说笛子吗？对啊。没有啊，我笛子永远都是倒数第三或第四啊。看你不要没打输出还能第三，不是倒数第三白痴哦，倒数第一或倒数第二，没有倒数第四，那我不就第一名？哇，没有打输出还能倒数第三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该改滑空衣装了啊？把转身衣装改成滑空衣装好了。我现在是没有带转身嘛。对啊，我就转身下好了。太浪费了，两下就没了。对啊。而且滑空 CD 短，时间又长，又有四格洞，四格洞真的太强。对啊，又可以带一堆准备。叮！怎么又有啦？龙源金石。Up 鸡腿、鸡翅、香鸡肉、鸡香排、咸酥鸡，那什么东西？吃的吧。我知道吃的啊，为什么突然打这些？放这边。我在叙利亚，我在叙利亚，我在叙利亚。我们网路好吗？还不错啊，看打龙多顺啊，还没人猫过。叮，龙晶原石吼。对啊，可怜的龙，明明是特有种，连自己的宝玉都没有。真的、哦？他没有自己的宝玉啊，他都是古龙大宝玉啊。其他龙也是吗？还是就是他？阎王龙至少还有旧的阎王龙宝玉啊，连宝玉都没有，很可怜哎、欸。不行，我画面又想到那天我在吃迷药。哎、欸，你那个应该剪出来给大家看，一个在吃迷药，一个在撒粉。很屌。能找一下几分几秒、欸？一个已经填进去了，然后一个在打太，结果都死了。敢可以指定买什么东西回来吗？我想要强州药啊！你指定就好了，就是滋养萃取玉跟强州药两个挂在这边了。对啊，你看这两个东西种不出来啊。
右手发炎哦。我前阵子右手因为带状疱疹一直狂在痛，在抽搐。那个会很痛吗？我没有得过带状，就神经痛啊，像有人在捏你啊。是持续啊。我有时候就是突然好了嘛，不是我想说哦，应该好了，可以骑个车出去那个看个医生。啊，他给你痛一下，你就油门就往前吹下去。然后就听起来蛮恐怖的，我就直接倒地啊！我家人就从那个房子里面冲出来，你我要进吗？我说我不要进，你不要看啊，很痛啊！哎、欸，我原本就是回白痴，是回避中，从小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是带破坏王在打他哎、欸。水哟、哦，水哟、哦，可以啊。好吧，那就这样打了。不会早点用餐哦、啊，没事。我想说你还没吃这用装备，个条哦。哎呀，我又到了、哦。我在家里。要多久？我这套没有花空一装啊，这套是上车装啊。啊、哦，他下去了，好回下去了，上车下来。哎，不对，我要回家一趟，我没有补装备，没有补道具，补装备。对，装备还没缝。只要有钱就不怕没东西吃。哎、欸，不好说。你有没有看过《海贼王》？他们是有钱没东西吃，被困在孤岛上。江吉士的故事啊，做到爆了。哇！什么大剑哦？占卜哦，哎，占卜的部分啊，就是占卜的部分。哎呀，听得到声音真的是很恐怖哎、欸！原来魔物的叫声这么难听，干嘛让自己听得到呢？因为这是别人配的妆啊，我 copy 来的，这是复制贴上妆。你有讲过 copy 来的都听得到？对啊，我的装备一定是听不到的。你可以让它变成你自己的、啊，那就只能把破坏拔掉啦。不会玩恐怖岛了，拔掉了。不会玩只有打名次的时候用得到吧？现在应该都对啊。
哇吼！为什么现在医生都会先问说，就见到人家第一面就说结婚了没？怎么了没礼貌、啊？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最后一次去看原本的皮肤科，因为真的好不了，我就是要换之前，他问我说结婚了没？我说还没。啊，等到换了一间新的皮肤科，就现在在看着这间。因为好蛮多的，我就继续看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结婚了没？到底是想怎样？”为什么会问你有没有结婚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然后在外面领药的时候，然后下一个女生进去，妹妹结婚了没？干什么？说不定他是想要介绍他的什么人给你啊？没有。这个笑脸没卖，介绍一下。没有。抓你去相亲，因为那时候他问我说：“你工作，因为那时候他要填工作是什么，我就填自由业。他说是怎样的自由业？我就在想说，实况族，YouTuber。然后还有那种 YouTuber 吗？还有那有那个柜台的妹妹，柜台是一个比较年轻的。哦，你是做 YouTube 的？我说对，所以我写自由。那要写什么？那就写自由吧。”有没有顺便跟妹妹推广一下你的频道？没有。哎呀，看少了一个观众。可能他想结婚，北兰哦。那医生是？对啊，医生可能、啊、医生是人妻了，是已经快当阿嬷的那种人妻。那他也想要第二春啊？干，我不想要他、啊。你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？只是他在问，不是我、啊。你要问他说你有顾虑我的感受吗？你要顾虑我的感受，你不要让我做噩梦啊！让我做噩梦。我要拼回血还是继续打他嘞？哦，我是你，我就拼回血了。我打到蜜虫了。那就回血了，你看，不小心的啦。是啊，现在长成这样子，全身看起来都像软化。谁干呢？拜是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因为我有个朋友说什么要吃啊哑拜。哑拜是糟糕了呢。不是，有吃的东西是叫哑拜吧？阿拜吧？阿拜哦，是阿拜，我不知道啊，那不是南部那边才有的。不是阿拜是原住民的东西。哦，那你要不要上去？我等到的，好，我只是摸不到。阿拜好吃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阿拜也算原住民的东西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是我这边原住民都会做阿拜，我就觉得它是原住民。对，没错，就是 Moco。哦，
我也知道牙拜是糟糕啊，看了那么多日文的东西，我可能会不知道。哦，也是啦。拜托，从国中在看看动漫了。我第一次看的日文卡通，不是卡通的，那当时是叫卡通没错。日文的卡通是什么？好像就是我的 ID 的由来，是一个叫做《星空的邂逅》，一本糟糕的动画。哎、欸，原来切掉它的尾巴了。切了，切了，我回去点击。哎、欸，我是吃了猫的阴魔术是不是？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应该有吧。摸了一下，马上起来吓到。刚说什么阿拜对不对？阿拜就是那个种子，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原住民。我觉得是。对啊，阿拜是原住民的种子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专门在卖阿拜的，超好吃。哇，钻下去了！又钻上去。你想吃阿拜是不是？哇！他很不想。我也很不想，不要不要，你要顾虑我的感受。那么多人要顾虑啊！如果只有四个人打名次，也是要打三场吧？我没有四人打过哎、欸。因为还要等人，想说就可能要三场哦。最快两场嘛。啊、因为也是有一次破的，不是吗？没有一次破的，我们那轮是因为刚好第二场有12个人，哎、欸，16个人哦，大家地脉吸超快的，那我们就一次爆了。他干嘛？他回家了。哦，是哦。嗯。他回家这样飞的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是啊，是啊，他回家了。那时候第一天打，想说礼拜五你们没有人，然后想要去巴哈找团，就看到沙皮在开，然后他就先开放那个观众，后来才干爹，我就跑进去混了两场。哎呀，真的足迹怎么这么少？我来开赛亚人，要修失败，还要开失败哦，很好笑，还要开失败。因为你不能在小黑框里面点到任何东西。黑框哦。对啊。可是小黑框不是可以打编码吗？为什么不能点到东西？啊，就是要等你打好编码，我不会打、啊。我是等我打编码。啊，我就点到滑鼠，点到之后想说怎么一直没有出现，一直没有听到清脆的 B 一声。对。叮叮。哎、欸，怪怪的。怎么怪怪的？这边有一桶长得比较奇怪，我把它盖起来。
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赶快装。也太奇怪了吧！不挖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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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挖了。我在家里等。不挖了，不挖了。还没起飞，你怎么就挂了？在喝水哦。每次东西在嘴里就死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真的。东西不能乱吃。我已经算好了，就是这样、欸、啊！果然，因为我在飞的过程中死的。算好了。还想截图啊？嗯？我们有调查啊。我们那一场应该是礼拜六的吧？吃蜜要吃到死掉的。好像是礼拜六的，对。好，要在党名上面打，吃蜜要吃到死掉，不过要找一下。那时候没有记几秒啊？没有记，我已经笑快疯掉了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那个突破的是大概几点的时候啊？大概对耶，看一下哈，隔壁的吧。哈哈，你在看啥？好笑。下午，星期六下午。你那时候说，你喝水的时候转头看到一次又喷一次。对啊，我吃药。我想得到那个画面。威赫苏二，威赫猪三。干，好废哦！这到底什么垃圾猪？4:49，4:49。嗯，找到了，欸，真的耶，3:49哈，好，3:49。秀，更变装备，下一只是麒麟。他怕啥？怕火。哦，他不怕啥？他不怕雷。怕火跟龙吧，不怕龙，抱歉，火跟水还有冰。更变装备。他龙一星呐、啊，要带还是可以带？个屁！嗯，我什么武器啊？哦，爆炸锤嘞！顶级超级八，他怕我是不是？超级八，他怕我好。对啊，
全熟肉，带着大鸡腿给他吃了。来来，我带大鸡腿，好吃的鸡腿在这里。弱小生物学者。ごきげんよう。ごきげんよう。吃薯大好了，比较闹。啊，雷奈真的是。雨奈安。干，我的雷奈多脑。雷奈多脑。哎、欸，我都是正的哎、欸。我白痴，我有吃属性的。干在那边，十五十十十十零，水雷冰都是十，龙鳞，火十五。哇，你被丢包了。嗯，我抓到他了。哇哦！抱歉，我不抓他了。我又没换子弹。我昨天在爬文爬，看到有人做那个名次的通弹，感觉很强。名次的通常弹，通三，感觉很好玩。会漂移吗？漂移好像也是大，名次的武器都是漂移大的。鸟。嗯。我说学他做一把来玩。破产族，哦，都是受残族。哦，你有想法了吗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那边亮亮的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边亮亮的。啊啊！受伤会这样也有吗？不会，不會好烂哦、喔。那如果我已经上车了，会来靠腰。只要进入战斗、喔。要进，你只要进入战斗就会。那这样好像也不太好，应该先撞完再拉过来。对啊。干，这鸡腿好烫哦、喔，打到鸡快死了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啦，鸡腿没吸血啦。对啊，我才问你说你的鸡腿有没有回血。哇！靠，我后面怎么又亮？原来是人法。我帮你丢烟雾弹。好，丢的不错。哎呦，我点你脚下。你很快死了，不是？你看，感觉你会被电死。更换装备。快乐风男来啦！快乐风男。欸、你有插心眼珠吗？我不管啊，会砍刀。我不管啊。好可以。我看一下。有啦。啊、有想说你怎么会说我那天是钢铁剑，我明明有插心眼珠啊。因为那是砍刀没有软，没有那个啊，没有弱化。你也是来铁匠的。我是更快的铁匠哎。
你是高等一点，打得进去的铁匠。那些皇上才好笑哎、欸，那打我马吉，钱到钱到钱哦。快乐风男，他，我的风男，有点快乐、欸。风男来抓啦，风男！干嘛啦？打过了。哎、欸，现在那个不是有一个回，投石回避哦、喔，感觉。对啊，我觉得那只是位移用的、欸，实用性好差哦、喔。啊，那个没有剑切的功能。没有啊，你要看我玩吗？我以为那个会有像菜刀一样拉拉一下回避。不啊，这样而已啊，边射边位移而已啊。好吧，看来我太看得起他了。Happy Windy Woman， 靠呀吧，中国人。明明是快乐风男，结果是 Woman。哦，我啊，我讲什么？哦 ，Man 啊，白痴哦。风女也可以啊。真娜呢？那看起来的样子就很不快乐，好吧？呼呼呼呼！等一下，我、哦、真的太快乐。哦，好快乐哦！哎、欸，他找不到你。你怎么知道他找我？不是啊，他我看他在左晃右晃的，我以为他在找你。是，我觉得不是找你，而是找我。他干嘛？他也很快乐哎、欸，比较快乐，他也跟着你一起快乐。独乐乐不如大家一起乐。哇、哦！快死，快死，真的快死了！风男来啦！欸、有没有mod 是音效包是被打到一下很哭啊？那等你去做啊！哇！我在哭啊，痛啊！太憨了，生物学者没了，完了，不会啦，都还会在场上，说明这场有灵力珊瑚鸟的，难道还会在啊？不会因为这个直接不见吧？我说，哦，也是哦，干嘛？
今天才抓到一只色尾血童子，在我家。色尾什么？血童子。血童子是什么？一个带斗笠的宝可梦呢、啊欸？这有灵力三虎鸟、欸，倒三角形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不是倒三角形，三角形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灵力。抓到了。来的正好，哦，耳朵好痒！好痒！哎、欸，我看到灵力哦。嗯，看一下在哪里哦。我也要抓你。你还没抓到吗？我抓到了啦。哦。我被电之前有瞄到啦。哦不，他只是灵力而已。我的附近啊。嗯，那等一下等他回去，我带你去啊。13%嘞，你还不走？走下去找，他离开了啊！那就算了，没办法。哎，哎，没事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走走走。在这边啊？不是不是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抱歉抱歉抱歉。哎、欸，要怎么去隔壁啊？就走那边啊。抱歉，欸、因为我听到小蓝哥的声音呢。哎、欸，走啊走啊。很吵的声音。哦，有哎、欸。他的声音有够吵，很好认。我关掉了，所以我想说你们都听得到小蓝哥那声小。可是不知道怎么抓、啊。红色大蜻蜓，小人在这啊。不知道怎么抓、啊，在我这边啊。你那边？这我这边啊。我这边也有哎、欸。哦。你在哪里？你小人哥在哪里？里面啊。没有啊，哪里？我的妈！这里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我的没有哎、欸，我的没在这边哎、欸，嗯，我的在刚刚那个珊瑚平台那边，走啊，还是它会飞过来、欸，
你试试因为看。他在这边叫的话，我门口那边。那你吓吓他、啊。不行吧？他会飞走吧？阿飞就会飞在这边啊，跟那个是的、哦，那个一样啊。红色大独角仙。哦抛物线，哎、欸，找到嘞、欸！有、哦，破这一条记录。他、啊、那里有大独角仙。这，我都不知道这边会有独角仙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知道那个。怎么走啊？你那边？就贴着旁边走啊。啊？我也没来过这边，我从来没来过这边。你有看到我？那这辈子从来没来过这。独角仙在哪？这羊。哦。是 gay。我怎么就水车这边呢、啊？林立啊，在前面哦。啊，看到人不会飞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是在飞的。我秀每次都抓不到啊，跟低能一样。啊，普通的。好了，没了。看不出，我是真的看不出林立跟雅致差在哪里。一个我们林立比较大只，我看得出来。我们看是一个紫色，一个粉红色啦。是，就那两个颜色。我知道啊。就可能看得出它比较大只。没有哎、欸，是吗？真的，我觉得它比较大只，而且它会一个人在那边飞。哇，它的血量回了5%了。八血单，再打回来，给你砍个两刀就回来了。我有这么强？相信你有。我们走上去，它应该也睡醒。对啊，差不多。有没有这么恐怖啊？没体力了。那要去哪？我会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主机，所以我慢慢。哇！啊？怎么了？再帮你看有没有主机。没有，有主机。天啊，我在荡什么啊？在哪里？越荡越低。怎么没有主机？我被骗了，哪里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主机，还是在最下面。哇！你看到林立珊瑚鸟了？好呀。飞翔安安还没醒，16%了。就帮不然直接撞啊！他撞得到吗？这里吧。啊，撞！啊！对啊，撞不到。我不敢当主。
好，你上我软化。为什么他头是看你，就得杀我？回了5%，你看，还有多喝一罐抢走药，要喝了齁，不喝快乐不起来哦。是配抢走，然后耐力回。问一下哦，看你那个怎么耐，不快乐。跑者2啊，体速2啊，耐力回复3。哇，你那套真的看起来很快乐，很快乐吧？那就是开鬼人化之后，可以是这招就无敌啦、啊。对啊，那个回避有回避性能啊。对啊，所以刚刚在店里面穿梭很爽。那个回避武是不是就没有那个被电到的时间？不会不会被电到啊。所以有人是用那个啊，那谁，明赤龙不是喷一条线吗？对啊。他就在那条线里面从那条线的光的头喷那个走到光的尾。真的很快乐哦。啊，很好玩，我也要玩一套。废，好废。嘿。哦，你说废好废哦。刷不到什么好处。你右手发炎，你是右手拇指发炎还是手掌？不然怎么会变什么手残？不能打字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没有强化过明赤龙的装备。哦，他可以强化吗？可以啊。我根本都没强化吧？你不会防御都是一等的吧？我好像真的都没有哦。水哟，水哟，强化装备。哦哦哦哦，防御一哦。防御有多少？700。哎、欸，那我用这套都在打明赤龙哎。干，你这样被喷到还不会死，你真的很屌。干，我真的很快乐哎。算你屌。算你屌。对，算你屌。妈，奈米屌。哎、欸，我没讲、啊。我的上凯玉跟凯玉全部要花光了。那么快？哎、欸，我再强化一张裤子还没花完呢、欸。下位的凯玉啦。哦。509个，还没用完呢、欸。哇，连尖凯玉60个用完了。哇。为什么你的凯玉那么快？你没有啦。我的王凯玉370，重凯玉1288。坚硬的坚1030几，那尖锐的尖是60几，上凯宇500多，那还行，还行，哇，我防御力起来啦，哇，更快乐，我上凯宇有2000个，我都没在用，用一用啊，我都从弱烂的弄到好的，我懒得压那么久。
看我们自己的 DC 哦，搞排挤哦。谁要排挤？观众排挤观众。观众排挤观众 ，OK。哎，强化一个装备，那个上凯域就要用到几千个嘞，那用个点，204个。所以我刚刚全部用完了，才作用，还没强化好一套哎，一件呢，好可怜。那我看一下我现在装备多少。我把凯域用到零个，好爽。跟我的装备。有了，节操了，961了，要节操。好，他说太晚来了吧，我都切了，不管这场打他没有进通话、啊，你那你跟他打，我去强化我的装备。好啊，你跟他讲一下。就一点。他刚刚还在读取啊，所以。欸、他刚上线会断线啊，突然想到了，那是其他人也会。啊？什么其他人也会？我说他也会。只有他刚上线的一两场会断线，断线这样。哦。我干嘛去了啊？对，我要用，我要弄锤子。虐存，更变装备。嗯，是阿超吗？我不知道，爆破还是麻痹耶、欸？锤子？哎、欸，我没麻痹锤，还没拿到吧？可能有，只是我无视他了。当时眼中只有双刀，为了快乐风男。锤子好像也拿完了、欸、啊，没有，我剩一个龙的没拿到，没有龙锤。现在是在洗新的斩机睡眠的，他们说比旧的强很多。来看一下 Sky。哦，嗨哟，我 Sky。Sky。名次。全部堆攻击就好了。来，节操跑去巨魔了。哇！睡眠麻痹、爆破跟毒性。
爆破。你有雷什么文吗？你们打那些同人文啊？你们打那些同人文，同人文让我觉得很恶心，很恐怖。不能出现同人，不能新爆会被虚。战二，我没挑战吗？我也没有。哦，挑战二这么难拿哦？不过我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进来？太快死了。你进来哪里？我的这个刷珠子啊，我一个人在里面速刷。哦。麒麟超好刷的，我才打几分钟。我才打五分钟哎、欸，到，快死了。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か？好，马上。四分钟哎、欸，哇，快、欸！他整场在地板趴着不能动。改睡眠好了，你想爆破、睡眠、麻痹跟毒要选哪一个？是喜欢睡眠跟爆破。
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装备啊。好。什么珠子都没插就过来了。水哦。连爆桶都没有带。你插了。啊，交给你了。我就趴在这边继续看装备。说不定一进来就有挑战到了。什么羚羊牛做爱，恶心死了。跟你讲，强化真的有差，我完全没吃饭，你看我被掉这样的血量。奉劝各位，一定要吃饭啊，一定要强化装备啊！讲错了，想到为什么装备一定要吃饭？加油，三千。2800，待字中，勾他。你这软烂东西，你怎么没勾他？烤窑。软烂东西，快点，粉尘会不够。他是一直在发疯哦，我的强打已经没了，没办法定到。哦，真受不了，我来了，看是不是？好，那最后一下啦！哇哇，棒哦！我一打的540伤害就在这里了啦，一出手就知道了。你真的变成羚羊牛了，谢谢教主。不是啊，那是你造成的啊。我只是帮你推了一把，推了一把。你只是需要曝光而已。是上礼拜的新闻，对啊，这个礼拜一的，就是上礼拜一的开始啊。那上礼拜太夸张了，一个两小时的清那个记录档可以剪六集耶，一集十分钟的话，你看这样子你们就等于是看了一个小时耶，所以是每两秒就有一个精华所在，所以才跟他讲说你们等于去看记录档就是都是精华而已啊。达人，欸，明次龙的扣血算不算一场？嗯，明次龙的扣血啊，扣什么血？自残的那个伤害啊，算一场吗？不算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那这样子我只要吹那个 buff 在，我就不会扣血啊。哦，也是哦。对啊。啊，我问了一个白痴问题。没事，每个人都会白。我如果算异常的话，那个转符珠插上去就狂发动，哎，哎呦，我那个想法看起来不错，只是就是蠢了一点。嗯，你怎么这么有想法？是。那我回去插组织。都有实验精神。我要换。
对啊，我现在也是在棉锤跟爆破之间做抉择。我两个都会做而已。不是啊，棉的话是我进巨魔几乎都会带，因为撞一撞就有东西。好啦，棉啦，用习惯。啊，爆破的话就是伤害一定比较高。镶嵌。哇，挑战初二，我没有啊。就是因为没有才要刷猪啊，我也在刷。哇，而且 Sky 是两个挑战初二哎、欸，他也是狂刷的疯子啊！我没有在骂他、哦，我是说好的方面的疯子。啊。被狂刷的都是神经病，他好吃装备，怎么不吃的、啊？所以江江是缺挑战珠二还是一？他连一二等挑战珠都没有啊！哦，他那时连一都没有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二等珠的挑战，他都没有。他有四等的挑战啦，可是他没有两等。哦，你说动速哦？对啊。为什么他凭什么？不是挑战珠二他没有，就是那个一次两等的。哦，二等动的，就是那个小动的挑战，他没有。不，二等动的他没有啊。对啊。可是四等动的他为什么可以有？啊，也是挑战后面带一个东西，又不是。哦，挑战什么？挑战什么？对啊，那种随便一堆吧。你早说嘛。有啊，我讲得很清楚了。哪有？没有吗？没有啊。耐冲体力，耐冲，好爱耐冲嘞！啊，锤子带心眼哦！我血杀二四。锤子不带心眼的话，到时候跟皇上一样。我不是皇上啊！我不是皇上啊！黑吼黑吼！你这样把我跟皇上比，就会变成那个七只小矮人的那个在那边黑吼黑吼黑吼。超新，好了，有珠子就到这里了。好多称号、哦，啊，谁？五百等的称号啊，都很多。挑战，还有 Puppy 挑战。靠，结果名次龙没有称号、哦，怎么会啊？挑战是什么、啊？就挑战啊！是哦，真的耶，挑战者。哦，者。挑战。名次龙没有称号哎，白痴哦，太烂了吧！给喽。加护。准备啊，加护啦，加护啦，加护啦，加护，准备，
贝嘞。挑战年锤，挑战睡觉。好，嘿吼嘿吼，克制强化，装备中。一回复啊，好嘞，回复。我昨天自己去试，真的没有回复不行哎，很恐怖哎。对啊，还敢玩哦？他那个回有回跟没回差不多，一定会让你有红条哎。拙言的断刃尾，那断剑尾。哦，那个就是巨魔的。完蛋啦！的话，我等下可以开啊。反正那个位区，那个超区。对啊，彗星要用哎、欸。现在缺的三只就是斩龙、灭尽龙跟金狮子，超区。啊，还有雷狼龙，雷狼龙要吸血要用。满意的雷电壳。好，可以看聊天室了。我们会不会叫不骂？会啊，我哎、欸，你是没看过我骂人哦。你问兔窝的啊，他们给我钱，我还是照样骂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你踩到别人的雷点，不，你给钱啊，但是你踩到别人雷点，人家还要说哦，你尽量骂我吧，这样子没有，你给我钱，我就是要骂你。你就知道我不敢骂人哦。
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我，我连 HTT 都敢骂，更况你们。我骂，骂很狗哎、欸嗯。就像刚刚打麒麟，妈的软烂东西，还要我撒粉。靠呀。I N K S A N S 安安。可以啊，那我干脆直接把你好友删了更快，你就不用把我那个了，不用锁我啦，我删你就好了，不用劳烦你了。不然你每个都锁我，那干脆就不要我这个好友就好，不是吗？跟早期的一些小女生一样啊。在那边什么怕我生气？欸、要洗池最最好是等级低的时候洗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昨天也有这个想法，我想要看，我真的是他妈基尼尔，然后就洗了八十几次洗，知道？对啊，而且你等级越高啊，觉醒值二十几，那、啊、你洗一次都要二十几、欸。对啊，可是你就是洗不到啊！我洗了八十几次的池最洗不到我要的、欸。你要什么？阎王飞龙的词缀啊，洗不到啊！真的有阎飞吗？有啊有啊，我看确定有看过，可是我就是洗到了，我洗了八次。你洗到了？对，你洗几次？十几次吧。哦、看，那个就是运气的问题啊，你就有就会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我昨天有用在爆破。呀，洗完啦！所以我才会有人说要存复盘啊，把那个存档存起来，然后洗完再看你是洗第几次再读档。第几次再读档？是。对啊。啊？哦。就是跟之前洗珠子的方式一模一样啊，只是我不喜欢，所以我没有用。我觉得很麻烦。算是破坏游戏体验。我是嫌麻烦。因为我是觉得那也算破坏游戏体验啊。没错。RT 好严格，不是啊，那个就是颠覆游戏设定的东西，就是我不喜欢啊。RT 讨厌我们，也讨厌你哦，因为我的眼睛比你们还恐怖，你就这样讨厌我？哎、欸，我好了，我们来打巨魔吧，等你好。等一下啊，我快打完啦、啊，看要不要进来蹭啊？他应该快过了。两人的吗？那你去啊，姐。没有、啊，这是四人的、啊。那我们走吧，手牵手去吧。再不进来，他可能就过时了，还是已经过时了？还没有，还有才八分钟。哦，才八分钟哦，来了来了。抱歉。干，怎么又是这只跟这个熟悉的环境？妈的！不是，想着让你再捡一次精华、啊。不要。我不要。在最后直接送两猫回去嘛？妈的，对吧、啊？就你跟分析一起走啊，两人成双成对。他那天就跟我讲说你我太早死，应该让你先死，然后再换我死，这样才有画面。我操嘞！死在同一个地方。那你们两个死同一个地方、欸？哎，好好安安。死亡峡谷。上班加油！我等你养我很久喽。应该说死亡悬崖。来到了。哦，棉的好看，蓝色的。妈的，这手真的很恐怖。我还觉得昨天那一场好夸张哦，三只魔物都是迷你。对啊。哦，我被电到了，拜。没有哎、欸，我无敌了吗？我在降落下来那瞬间，刚好有一个龙雷打下来。
干他可以撞吗？很多哎、欸，可以撞，只是他不过去，而且我们也不动，所以我不敢撞。我有啊，可是他肯定要过去啊。好，他过去。我在床啊。我吃个饭嘞，用餐。好了，这家狗可以了吧？这血是不是比麒麟多啊？我麒麟血吗？五万，现在四个人血量是五万八。我们刚的血没有麒麟。哎呀，我刚刚血多少？好像麒麟不怎么会动的关系。是啊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。哦吼！刚刚我被马超总打我，竟然没有打我。你在笑吗？你在笑我？来黑猴的时候就走。你要笑我？我要恭喜了。我没有。哇，大的真鹤鸟跑啦！哎、欸，真鹤鸟好像也没有抓过大的。鸟类跟蝙蝠类的都没有抓过大的。哦，蝙蝠类好难抓哦，都快放弃了。哎、欸，这伤害好好看哦！快挂了！这比自残装还好看呢。啊，停了！啊！还没有痕迹。哎呦，天哪！睡眠蓝蓝的好看，注意打喷嚏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啊！怎么是我听到了？看到你的喷嚏。那光拍为什么可以做成跟大便一样？哎，你一坨血。挑战出的颜色哦，拿到了没有？破龙珠二，哎、欸，挑战珠，我回避二，什么挑战回避哦？没有，就是回避二，没有说那个挑战的，挑战治愈，没拿到，没事，还好。可是你们都有我有的、啊，耳朵没到，不是，是打喷嚏，我马上把头转向另外一边哦。我现在想到的两个就是挑战猪跟达人猪，在一颗。哦，达人真的也只有一颗，就送的那一颗。就送的那一颗、啊，可怜你给你的那一颗。真的，但是最值钱的那一种。Take it for 啦。开局送神装。真是开局送。应该说开局送 SR， 对不对？开局送神装。次日登录再送 SSR， 首次出资 VIP 十五，送给你。然后结果发现，至少出他分段出资的金额。不啊，那时候真的玩过一个、啊，然后首出那时候出好像75块台币吧，那出进去，哇，怪物真的都碾得过去了，就觉得好无聊。正常啊。对啊。谁开那个的我开不了吧？开啊，我开啊，那个我开得了。对啊，你那边可以开萤火吗？我开不了萤火啊，萤火是萤火是我的。好吧，那我的我有三壶。那我发现我萤火好缺，只剩下一个了。嗯，我萤火的应该也蛮缺。没关系，先打你。你可以开地战的那个吗？断剑尾那个、喔？可以啊。那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斩龙啊！斩龙不是要那个吗？古代树有啊，我古代树哦哦哦哦哦，他有哦。呀，那我草手打斩龙了。我都是直接用靠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存一套巨魔用。对啊，我要自爆啦！哎，进去了、哦。我在里面啦、啊。嗯，卸除。对呢，怎么忘记说要配那个五件套来这边自己切到死？跟变装备。哎，那我要知道有可不可以拿到做完？啊？做得出来吗？
做出来啊！我们名次打那么多了，做不出来，怎么可能？我在帐篷前面死给你看哦。好，我是真的啊。可以啊，我们下面死啊，你在上面死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但是也有办法挥死。更变的，这个设计真的是很有趣，是很好笑啊。好好，拜拜。其他游戏都是那种更新，然后结果这个游戏直接更新。哎、欸，那我拿笛子试试看好了。不用出去，再一次就能挥死。对啊，还浪费爆筒哎、欸。欧耶欧耶！那客家的死法。大家客气了。又是。啊，这么快啊！我也想哎、欸。刚进来，我的那个野蚊子都跑出来了。下去爆啦！而且他那个身上那个扣血的声音跟中了猎伤一样。你看，你爆完一个爆筒，我也差不多死了。所以，我多少人就可以一起在家里一起跳，一起死。我们可以在家一起行爆哎、欸。对啊。拿把手。跟变装备。是僵尸，好爽。你们在一号营地吗？哎、欸，一号，因为怪一号进、啊。我想看看笛子怎么死。大巴死掉了。不是，我想试试看，先吹个乐谱出来，看看我吹完是不是会死。等一下啊、哦！哇啊哇哇！等一下，好笑。哎、欸，我吹完三个乐器变成这样子啊！我吹完了。欸、你用转圈圈的那个会扣很多吗？你让、這個。对，我就是要用这个了。嗯。我、欸、靠，血太少了，完全没有看到转几圈扣多少。我要看，有毛鸡。你的森林有毛鸡。好，打了。好的那个。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。还好啊，没有很多哎、欸，反而灰比较多，对啊，没什么扣。哦，这转圈圈算一下而已啦。嗯，它只算一下。好废哦，那你还是加来加去好了。不行，我干了一出事。怎么？你要不去了？对，没错。啊，白痴哦，这套没不去，我错小了。你们妈两个低能儿，你要不要出去啊？干什么小？杀好了。你出去。我出去。不是啊，我再去换一套。你不去护食啊，你个北西。啊？不去护食塞上去就好了。不用啊，我的双刀我不去啊。哦。我刚刚只在测试笛子，你刚刚不是叫我试试看？你在骂我北西试试看啊？北西。然后把那个哎、欸、拿掉哎、欸，那个？那个啊，护符、哦，有影响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我试试看，就那个啊，守护之护石啊，护符。哦，那个没影响吧？因为血量够是固定的吧？我猜啦。哦。直接鬼人乱舞就好啦，很爽。林志龙的，那个双刀还蛮帅的，后面的那个。就是爆破的颜色啊。龙的是紫色啊，所以我想再做一把龙的。更变道具。哎、欸，要接超人。他不是去装部区、啊。没有，我是要去那个。看首播，不是，哦，已经进来吗？已经没有，我在做那个五件套啊。嗯，啊，你现在才要做？我刚才都没做。我直接跟那个很好玩。好了，做完了。好。
用餐推荐定时，我把招斩啊对。来看我的首播了，啊，五点了。挖沙子那个啊，那不打吃哦，啊，死了吧！下次我要去看你干嘛？哎，你看这，哎呦，你看你们两个干嘛？哎，我没设定首播吗？怎么这样子？完蛋了！哇，完了，剪好片就忘了。挖沙子那个啊。已经看完了，大家。啊！死了！啊！这不是首播啦，就直接是影片了。抱歉，今天没有首播啦。直接去看影片了。直接是影片的，没有设定好，勾勾忘了勾。就只有一个勾勾是说你要用成首播吗？那个没勾到而已。我拒绝你的首播。哎呦喂啊！不要啦。那种奇怪，好奇怪哦！奇怪，真奇怪。没事，那你们喜欢吧，我继续打。你打完这个我就没有，我其实可以关台啦。那有没有先关？我也是打个两只，可能就要先休息。那就打完吧。我也是啊。好啊，那打完再休息啊。先打完。晚点再来打。那你今天不用阿米狗之类的吗？要啊，八点啊，八点四啊。哦，普通猫机。有没有自虐很爽？是。Yes。我觉得不是首播很亏，因为那时候如果看只有200人在看，可是全部看完有400个人看过。就是平时影片像现在刚播嘛，我刚点进去看，已经17个人看过，就17个。那如果是首播的话，首播比如说因为可以一起看嘛，有100多个人看过，可是影片全部看完之后，我看后台数据有两三百个人全部看完，有两三百个人多叠一轮，对啊，有多会多啦，因为他会在右边提示有个类似直播的那个红色圈圈，对啊，然后大家看到就可能会进来看这样子，应该还可以再撞一次哦、喔、没有吧，我看没有，刚睡觉，刚睡着。哦。欸，看我啊，我看我啊。哦，你也是。好，可以。撞墙。你用斩斧？那你上，我上尾巴，你上头，还是你上尾巴，我上头？我上头啊。好，那我上尾巴。一人一边。我拿出来到走到一半，发现你也是拿的。打这边我几乎都会带睡眠武器，因为素材太缺了。起来啦！啊，睡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再发动不屈哎、欸。还会啊？
哦，会提示而已、哦。他布局后有提示，不会再。白痴，太北七了吧？啊，我刚没吃抢走药，刚没喝快乐水。哇，没了，嘴巴分段。嗯。啊，现在那个有比流斩的大剑好吗？哪一个？名次啊。有吧？嗯。因为掌位就赢很多了。嗯。有晚点到八点前吧，八点后你们再去打名次啊。可以啊。那八点前我们就打、這個。会有人要打名次的，要看有没有人。没人的话就刷技能。要等我一下。我以为是我爆炸，以为是你。哎、欸，你啊，你爆的、啊？没有，我之后才爆第二次。哦，我们大家都拿爆破。哎呦，没有，我是棉啊。哦、没有啦，我的爆，他的爆是指我的最后一下。哦。啊，你们那个也是累积制的吗？你们的那个啊，爆破啊，对啊，超短，37秒。这把就是纯输出了。正在更新我的睡眠章程，看能不能把名次都搞定。赶快搞出来！他的尾巴怎么还没跑完呢？我想要睡的位置也太慢了，眼睛红红。飞了，对了，是，我、哦、还好，差点起飞耶。啊，尾巴！他尾巴怎么？他睡一下就回来了。这样不能再撞了，撞死！哎，不错，哎，肥宅快乐水。抢走药 ，Holoki， 谁杀他一把？不啦，
扶他。哇，我看到爆破我就爆起来了。拜拜。啊。嗯、啊。我回到死掉了。你把自己挥死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挥到我。他挥到你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有强化持续好麻烦。啊，你没有配强化持续？对啊，我还在犹豫啊，因为想说看要不要吃取舍。啊，这把强化持续它对于长斧太重要了，我觉得那是不能舍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可以抓了。好、啊哦、好，我爆完下来就好了。好了，下来了。等下去睡觉吧，还可以再撞一次。可以。我觉得强化持续算是我玩斩斧一定会装的，就是放弃其他东西我都要装。哦，好吧。太强了。我大概可能会把那个。你说放弃地质学之类的吗？我可能会把那个物理超超级拿掉吧。也是很棒嘛。看一下你现在身上有什么可以拿的。啊，唯一的一个，我大概知道了。破坏王拿掉啊！破坏王装你干嘛？那直接抠笔的吧。我本来也想拿掉，我想说这把还要不看要不要打下去打名次。哦，拿名次的话不行，强化持续还是要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太那个了。哎、欸，啊、欸，怎么？快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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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！我来了我来了。哎、欸。有了有了，没体力了。我没体力了，我没吃饭。我以为他不给撞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拿掉杆？请问？杆、欸，你不要，我是更瘦快了。我刚这么远也可以啊。不是，我想瘦很快。啊！他拿吊杆要干嘛啦？靠腰。然后他走了，你在吊杆旁边哦，我想要赶快收起来，没人看到，妈的！你当初在钓鱼龙啊？我在钓潜口龙啊。哦，也可以的。下去，我去拿金火。还没偷看到，妈的！哎，可怜呐、啊！可怜呐、啊！我鸟啊！哎、欸，金狮子跑出来了。一般的金狮子啊，破坏垃圾。垃圾秘密纸现在是不是100%会出啊？只要你有七个，没有任何地方。没有，我之前就没有抽到力战的，他是。我以为是火龙岩之前有出啊，但是没有力战的、啊，不是力战，应该是几率啊，只有冰原才是百分百吧。嗯，就是吧。我想问现在是，本来就说不是我的问题哦。靠你的，连那个大一总先锋蛙哥都会出秘面子，我想要是不是一把？我来了。等他消再打一只就可以休息了。好耶，来看一个影片。我看一下、喔，打了15分钟。挖沙子那个啊！哇，有300多人看过了。哇哦！啊！啊死了！不是今天那一集啊，气不知道为什么叫成这样子。你要听音效包吗？来，我们要剪片音乐自制哈基，而且哈基的 O 已经第二次了，我因为差点盖过原本旧的 O， 我打 O 二。好像笑了，这是哈基的叫声。等一下啦，好吵，不要吵。我们找哈基那个 O1 在哪里？
All in， 我在这里。All in。啊啊啊啊啊啊！你是 All in。那准备，金子好像在下面。对。我要吃饭。啊。快了吧？他巨够的，他巨超越猫的断尾术，我知道。没有啊。啊！我感觉后面有一个光炮喷过来。哦。还会跑来这里了？我是丢大便的，不知道他会过来了。应该是不会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没人了。好，看到了。啊，你要撞还是我撞？我在穿衣装。可以吧？不会滑过去。不会。他等下再撞一次，我再砍，不然他会睡着。啊，这位置很难抓。啊，对了。哦。他等下很快会睡着。我靠！两次大回旋都 miss 啊！对了，我也是免战。行行，我要去拿石头了，知道吗？我要。哦，对。这位置要怎么拍呀、啊？拍两下吧。拍两下。拍一下应该可以的。等一下。哪里臭蚊子？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我来了。啊！暴击下来了。我来了。抱歉。我的错。这是上不了任的愤怒啊！那还能治？有？咦？再抓他一下！我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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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有石头！我有石头！我在手，还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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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昨天看别人的台，因为我就很不舒服嘛，就看他们怎么打的。喂，他们，我那时候看我有一个朋友叫 Yonai 啊，哦，那他们是第二波的时候全部拿那个水冷弹在打。哦，水冷弹可以的。那你就是跟我们的 SOP 一样啊，就是他的。我跟海明他们自己已经有一套 SOP， 就是三个人就能过的 SOP。嘿，怎么用？醉了，哎呦，醉了！第一趟一定是断尾，除了胸以外的全破吧。嗯，然后第二趟破胸，我们昨天连第一趟就破胸了，快！哎，好像有点远。有。那因为我昨天看你们是八人啊。那个是没有，我的 SOP 是指一样是要八人啊。我说我们团队三个人就能过那个第二轮。啊，不对不对，你有石头。就是我是一开始斩斧啊，另外一个人大剑配我断尾，然后他回去换闪弹，嗯，然后我今天拿斩斧帮忙爆头，然后海明就一样是拿水的注射，然后我们就狂抓，很快，超快的。第一轮是100%，一定能爆两只手跟头两次，跟断一个尾巴，一定。然后第二轮就能全爆了。嘿嘿嘿，你又挡掉了。空中攻击，先捡个。哇！
靠，没挡到。这一回换算你。哎、欸，过去啊。等一下，你得把那个配装。林志龙，如果第一场就全爆，什么第一场就全爆？我是把旧配装。你不能拿 P 四的进度跟 PC 比啊？对呀、啊，就算他可以，他会合并，也不能这样。一场全爆也可以啊，就是不要大家不要混啊。我是指三个人的、欸，我们只有三个人在打。你是说四个人当三个人打的吗？对，我们有一个，我们有一个只有负责举盾的功能，没有其他功能。你知道他们是有一个人被逼在帐篷里面不能出来的吗？对，你他妈不要给我出来，你就是来撑。妈，猫饭都是让那个报酬金都被他弄掉的。这么厉害，怎么熟悉啊？我们能猫五次，他一个人猫四次、欸，哎，这要出来还得了？就是三不五十就出来乱了，跟那个狐妖一样。他是把猫的报酬金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人、欸、真的、欸，他不浪费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可以撞了。好、啊，起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睡了吧？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可惜了，我只是马下真的睡了，刚好到了。可惜了，他好多断剑尾哦，有那么多，他一定掉断剑尾吗？哎、欸，哭啊，不一定。好、哦，抱歉，好、哦，再推。哎、欸，好像不行，撞撞撞就对了。好，对对对，可以啦。我刚就是想撞那棵树，结果它从树中间跑过去。啊，不是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没有再上去。哦哟，有了，切到没切到？切到，我在削树叶。啊，他刚不是很多彩龙？彩龙？我们 PC 有风暴枪吗？没有。风暴枪不是合作的吗？对啊，长角风暴枪啊，地平线。所以 PC 没有啊。之后看有没有谈合作吧。之后地平线会上 P， 会上 Steam 啊。如果他合作有谈的话，应该就可以。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也是拿风暴枪在过的啊。他这个就很帅，很可爱。人家说那把是玩具枪，可是又被说不是。对啊。一开始是玩具，后来那个 P。Xbox 出来就变强，像我们也没有龙跟鹰的那个啊造型 啊，我很想要鹰，不是鹰啊是谁？哎、欸，睡了又睡了，没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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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时候 PS4 拿龙跟鹰的造型，还是去拜托巴哈的人帮我开的。那时候死后脸冲进别人的那个里面，就要帮忙开、欸。他说加名次套很容易自杀、欸，我有想法了。我们的不屈装就卖靠了。还断了尾的？哎，断了，断了，炸断了，炸断。可以啊，不然不屈装就是名次不打。你看，又可以省爆桶，客家又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，啊，可以抓了，嗯，让他回家睡吧，啊、让他回家睡吧。我现在可以撞啊，先撞啊，撞完再回家睡就可以再撞一次了。啊哈 ，Genius， 有 Genius， 对啊。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哦，有人用那个什么升龙拳，再过那个。打龙，升龙拳的最后一下打龙、欸。我升龙拳敲了四十分钟，敲死一只大熊彩。我就是想打大熊彩。波动拳，波动拳很赞，我都有买。还都核桃啦。嗯，我猜应该是碎。嗯，碎了。啊，被卡住了。有人拿钓竿了，我去遛狗了。拿钓竿了，没有要钓竿了啦，赶快抓起来撞哦、喔！
我拍，你那个位置不好。我这个还至少可以抓抓住。亮起来，亮起来，遛狗，遛狗。我的陷阱啊！哇，那个超远距离的。哎、欸，那是玉狼吗？是，对，没错，还是力战的，是，已经是力战的、啊。要帮他介绍，不然看不到。看，我不是看不到，他看不出来。我只是看不太出来了。差很多。原来如此。灵脉玉。好了，剩下的完全再打。好啊，没错。再见，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人家过来。拜拜，队长离开啦！队长跳变啦！哎呀，他应该不会直接关游戏吧？好啦，那今天下午的台就到这边啦。今天很可惜没有射到首播，今天也很精彩，没有首播不能边笑边看哦。好啦，那我晚上八点是轻松生存，那七点一样会先开魔物猎人刷素材。那就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待会见，拜拜，晚点再见咯。